怎样演奏早晨？早晨这首乐曲是创作于50年代，通过演奏它，我们就可以了解50年代笛子艺术的发展的情况。那么通过今天的对比呢，也可以使我们感觉到了时代在前进的步伐。早晨的创作意图呢，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它是立足于传统，但是不受传统的限制，要加以发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一个比较朝气蓬勃的早晨的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这是第一个创作意图。第二个创作意图呢，是根据技术为内容服务的观点，凡是有助于内容表达的技巧能够完美的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就都要，假使不需要的当然不要，而尽可能的使它能够多样的发展吸收，使它为这个内容服务。那么因此在演奏这些乐曲的时候呢，要把这个意图呢表达出来，同时呢要考虑当时候的社会背景，要历史辩证的来看看这个当时的情况跟今天的情况，那我们如何来应用技巧，这些呢可以提供一些参考的东西。今天我这一课由我跟大家两个人一起来跟大家讲，他呢可以进行一些示范啊，进行示范。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分段的啊，也可以说是一句一句的来进行演奏这些乐曲。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第一段，第一段是一个散板，所谓散板是自由节奏，但是不要太自由，因为基本上一个冷酷的哒哒哒哩哒。它还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四拍子的一个冷漠，但是你不是太死的，有的时候感觉到需要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可以拉开一点，因为散板这个东西呢往往是最容易表达人的这个思想感情的时候，我也感觉到这个需要长一点，它也长一点，它随情之所至，所以这个散板有这么一个特点，但是千万不是为了卖弄技巧，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一个拉出来要注意一个特点，我们说一字定总声，什么叫一字定总声？第一个拉出来的高度哒，这个拉的高度就是你这个整个曲子的高度，它这个标准。往往容易这个早晨第一个字吹不好，就是道理就在这里，第一个曲子出来了就。因为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是这个低音出来要轻，你太响了不像早晨的那个味儿，是吧？要宁静的、恬静的啊，这个音把的音轻轻的吹出来。但是轻轻的吹出来的，往往由于我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速度慢了，或者弱了，这个音容易低下去，啊，音容易低下去。所以因此，这个第一个音的主要，你一定要注意，这个第一个音要弱而不低。怎么样做到弱而不低？那么现在我们请大家吹第一个音啊。那么这个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就还要给它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就是你这个 re 全部做 re 的啊。这个 re 的翻译就是 la，re 的翻译就是 la。这个 la 就是一个全部的关系 ，re la。这个拉拉的高度是不是一样？这两个高度是不是一样啊？那么这个第一个音出来，我们就几个要求啊，哒要吹得轻啊，但是这个高度一定要达到啊，而且这个高度达不到的话，下面就糟糕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难度。声音出来的音色要好，那音色出来的时候呢，你不要用传统的那个颤叠振打把它搞出来。我们说出手长咏颤，这是南方的曲子的特点嘛，是吧？那你叫哒哒哒啊，那就不像了啊，所以要轻轻地点出来
啊，用轻度把这个音色，我就稍微加一个低音，低低悟空，低一点，轻轻的把它给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看带压出来第一句啊，哒哒哒滴哒，对不对？好，还待会再讲一下，以上比来这个例子了，它就是要去塑造一个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它的光线慢慢的亮出来的感觉。啊，好像拉大幕一样，拉开了，慢慢一点点拉开，你不要往下拉开，你拉下拉开了，就造成那个眼睛的味道就没了。所以必须要注意，来，一点点拉开。那么这里牵涉到那个气格不够用的问题了。那气不够用的话呢，那就是不够长了啊，不够长了。所以这第一句吹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气吸得很饱啊，哒，速度放慢一点，这个来这里拖长一点。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想出来，不要一下子就想出来，一下子想出来就不行了啊，就没这个形象啊。我们现在开始吹第一句，啦哒哒滴哒的嘞，那就啊，来呀。第一句啊，第一句的要求呢，就是开始出来这个乱子弹出来的时候不要动，哒哒滴哒的，是平稳及时的唱音。到尾巴的快要完的时候再动啊，不要一出来就来，一出来就动，再塑造一个宁静的啊，但是后面的有点不一直动，这是第一句的要求啊。第二句的要求呢，就是要接着比较紧凑，你招比来。滴来滴的，这个吸气的地方啊要有，没有这个吸气的计划也不行，要把它吸进去，但是要抢气要抢得快啊！一直吹到咪来咪嗦到咪嗦西啦，嗦啦嗦咪来都拉到嗦，这是第二句。那么这个嗦出来之后呢，稍微的收一点啊，收一点回来，是在第二句啊，咪来咪嗦到咪嗦西啦。第三句，第三句呢是最讨厌的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先要造那首哆咪嗦来一个低潮，造成一个低潮，再慢慢的很滑彩的上去，滑彩咪来咪嗦咪嗦，那是这个滑彩的这一段必须要很清楚、很灵活，一个字不掉，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个音，一口气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再一句一口气下去，所以这句也就得从低潮到高潮。要一口气呼成啊，要一口气呼成。现在我会请大家吹啊，那首哆咪嗦来，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哆西这个西字了，要多少高？你来，你说那时候那哆哆是全部都来这个哆，这个西字全部打开这个西呀、啊，太响，啊太响。那么所以就说呢，改正这个指法呢，改正是按住第二空、第三空、第四空，开第一空、第五空。那么这个底部空呢，手指不要开得太高，那个哆西这个西是高了一点，高了一点，那么高了你吹得轻一点，高了你吹得轻一点，那就低下来，这是一个。还有呢，这个手指呢靠得近一点，也可以低下来。那么造成这个西啊，这个音比较弱啊，比较弱，但是高度还是达到，这是一个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呢，这个哆西按照平均列来说了，哆西是100个音。那么我们现在有意识的啦，要吹成它90个音分，
就是哆西，这个西呢比你们钢琴的那个略啊，这个西是要比钢琴那个西要高一点，高是高10个音分左右。这个哆西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旋律啊，古代的旋律有的这个好听。小提琴也是这个的啊，小提琴啊，哆西这个西这个，所以这里呢，这个声音呢，就是有些啥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西是故意吹得高一点，不是跟钢琴一模一样。比钢琴稍微高一点，这样好听啊！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笛子的历史啊，不是完全是跟钢琴一样的哈、啊。这个这是一个问题要讲的。还有一个呢，小光发现这个秘制啊，这个秘制呢，你就是要拖长，拖到什么时候这里没有规定，但是总的来说，它是塑造形象用的，不是在为了你要卖弄你这小光发现的技巧，不是为了卖弄技巧，而是就感觉到万物复苏。啊，这里一个水泡泡，这里一个声音，这个是本来是万籁俱寂嘛，那现在呢，大家都复苏了啊，一点点是。那么这个宽度呢，越宽越好啊，就是看到我们辽阔的一个田野上面。所以这个秘的目的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想起来啊，这里稍微长一点啊，稍微长一点，是描写一个万物复苏的，就是声音一点点起来的这个形象。你这样去一想了，你这个秘制呢就会恰到的。恰到好处，不要太过头啊！但是还没这个形象没塑造就下去啊！所以这个呢，是这句原句呢是比较难吹的。那么这里呢要突破几个好多的技术问题，一个就是米勒，比如说，要滑开的三连音啊，那个三连六连音啊，这个上去要很干净，这是一个技巧要注意的啊。第二个要注意的哆西这个西这个哆西这个90个音分你怎么吹啊？这是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呢，就是秘制这个长音啊，要使人听不错、看不错啊，就是一口气渐强，塑造那个形象。这个难度呢比较讨厌，所以他们练的时候要重点的注意一些比较难的一些技巧。所以这样的前面一加呢，就一二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都有了啊，都有了。那这个由于时间关系的啊，那么大家还可以。整个的来听一听啊，整个的印象。那么今天的现在就不再来一遍了啊，就不再来一遍了。那么下面这个两句呢，好像补充的乐句，也不能按照规范设定去做去啊，一定要四句都不一定，一句、两句、三句、四句。那么第四句呢，还是继续的描写形象，这里是一个声音，这下面是一个回声啊，好像山谷那边也有个声音，这是两个回声，那么这两个声音呢，就是一个强一个弱。那么中间的一个宽度，这就是空间。这个空间有多大？好，这个眼睛看了这边，他跑那边去了。那这个时间间隔越长的，它的宽度就越大。所以在描写一种形象的时候，往往这是一种手法啊，还是一种手法。那么这个它是描写一种自然界的形象，所以这个手指的弹性一定要很注意。很流利，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吹清楚，要听得很清楚。第二句你要吹得很弱，那么弱的时候注意音不要低下去，是吧？那么中间的宽度隔开一点，这是下面这两句的要求。到最后一句的啊，那就是这个早晨的那个写景的这一段就基本上就完成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段。第二段呢，它就不是单纯的写景了啊。刚才第一段它是写景，早上的景致是景。那么第二段开始呢，是在基础上来说，它是北方风格跟南方风格基本上把它混在一起的啊。所以这里呢，就是所谓啊，所谓这个我讲的北方风格，其实现在很难分清什么是北方风格，什么南方风格，讲不太清楚啊。所谓我刚才讲的所谓北方风格是北方经常用的技巧，装饰手法，土啊、瓦、垛、画啊这些技巧。南方有些人经常用到是颤啊、笛啊、筝啊、打。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土瓦、垛、画也有，颤、笛、筝、打也有，是技巧是做到南北，全部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啊，这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要注意的呢，它这一曲的不单纯是写景的，啊，出现了一个人的。特别是从这个鸟叫一段以后啊，到来比如说啦哆来哒滴来哒来滴来哒，这是典型的南方的曲调。那么这里呢是描写，好比是两个农夫啊背了锄头啊，好比啊使你联想起有些人慢慢的走向田野来进行劳动。那么所以情跟景啊两个呢要把它结合在一起，情境交融做到。在鸟鸣声中，花鱼鸟响的鸟鸣声中啊，有人啊边弹边笑，我叫何处来种田呢、啊？等等都可以这样进行联想。技巧上你要注意，充分的发挥北方风格、南方风格，颤笛筝扎一样能做交替起来进行使用，为我描写这一段的形象而服务。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它的总体的一个构思。那么技巧上还要注意的有几个特殊的一些技巧。那么这个鸟鸣这一段主要是要强调这个嘚嘚的嘚嘚的这个浪子，浪子的多音嘚嘚的嘚嘚的，多的有的不有的，多的没有的，那这个鸟叫的味道就没了啊。嘚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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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头，这个浪头手来，下面还有一个来子。那么这个来子你不要去吹它，是作为参叠整打的这个整子，整嘚嘚的嘚嘚的嘚嘚的嘚嘚啊，这个就是正宗的，不要拉到手来，拉到手来，那就吹了就不好听了。所以这个妥善的用这个正的技巧。那么到下面来，比如说拉到来，哒滴来哒来滴哒哒，这是典型的南方曲调。那个南方曲调的那就是要注意颤了、笛了啊，这些要用要进去了啊。还有呢，两个是一对一搭，两个对搭体，那个对搭体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注意层次上的有些分别？来比如说啦哒哒哒滴来哒来滴哒哒，这是第一句。那么第二句是搭体，哒滴哒滴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哒，这里一文一搭，一文一搭，一对一对一搭。那么这两个的层次上，你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就通过强弱啊，要强弱对比，对比要明显一点啊，一高一个响一点，一个弱一点。那么在响跟弱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必须要特别注意这个。这个音的高度啊，所以把风格掌握好，就是也要把北方的那个土话土话用好，也要把南方的那个颤笛筝扎用好，只要注意抑扬顿挫也要搞好，你注意它的整个的情境交融，把它讲好啊，这个就是它的要点。那还有呢，下面这个啦哒啦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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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啊，做曲的手法是一样的啊，但是这边听起来不要起这洋味儿。啊，这手都来来，都来来来，手手手，米手都多。那么这是典型的一些西洋的旋律体系之学，但是我们吹起来呢，也使它不是西洋，听起来还是我们自己中国啊，还是这一点呢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那么就是多加一些圆和音啊，多加一些这个颤笛筝打，或者土话土话的技巧来进行弥补。那么节奏呢要注意，要哒啦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这个节奏一定要好，要注意次要点。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哆来哆哆来哆来滴答哆西，这个哆西的颤音啊，哆西的颤音怎么颤？这个指法啊，哆啊是开第一空第六空，颤呢是颤这个第二空，这个西呢，是不要等下去颤了，哆的啊就颤来讲，那这个就是颤底部分，不要这样，哆西都是同一个，这个都是同打这个第二字。
这个两个色泽换一换就行了，上面两个色指法换一换就行了，下面这个就不要动了，这样呢就看起来有连线啊，就比较连得牢一些啊，不然的话它就连不牢了。主要的要点就是这些，下面我们去带牙，把这一段整个的示范演奏一下啊，得得得得得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检验一下了啊，你刚才这个前面是要求轻轻的、甜蜜的、恬静的吹的，是轻轻的搭出来的。那么现在是得到的，得到的是强烈的了啊。那么这个强烈的这个拉跟你轻轻吹的这个拉两个高度是不是也是？所以这个就是你在演出的时候你就要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眼睛带拉的时候，那时候呢这个拉是这个高度，你到下面得到的得到的就高起来了，麻烦，还得麻烦。所以在学习这些曲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高度始终从一出来到尾巴到响的时候都要一直这个，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千万要注意。这是从音乐上来说了，这是音调的要素、啊、音调我们刚才说了啊，音调是放在老大，音调是老大哥啊，所以经常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去带呀 吹两个音啊，我现在先请你吹两个音。拉说话，比如说呢，第一段这个拉你多少高？这个哒，这个高度。那下面拉嗦来，拉，哒嗦来。大家看，这两个高度是不是一致啊？是不是一致？这个两个高度不一致的话，你就是加去加把油去练了啊！你就是一定要注意，你不然的话，你前面吹得很轻很舒服，到下面你就没办法吹响了。啊，因为这个气息控制技巧不够我们嘛，是吧？你前面响了，下面这个热烈的、欢快的，你就吹不出来。啊，所以学早晨你在技术上的这些你一定要注意啊。那么我们不可能有很多的时间，你在练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要点，才能够把你这个早晨吹好。啊，下面我们就请大家吹吧。第三段呢，要注意就是两个长的音，一定要把它练好。长的音啊，那种从来来老滴答，来比方说那些多，来比方说那些多，其实这里要这么多的音在里下。那么这个你吹的不好的话，你听起来糊里糊涂啊，要快而不乱。这个音，每个音都练好，去慢动作练，慢慢的把快起来，慢动作。太快了，这是一个要去仔细练习啊。那么下面的一些拖音的这个顿音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呢就一般的要求啊，就是要清楚，要及时啊，这个清楚。还有一个特殊的指法就是飞指啊，飞指，这个飞指的其实你这不用呢，五块钱没什么啊，但是在舞台演出呢，它增加一点民间色彩的这个味道啊。
是这个啊。一个拉的鼻子啊，这个拉的鼻子呢，你要注意这个动作不要太大，一大了以后呢，按不到那个孔上啊，按不到那个孔上，而且稍微小一点，主要的耳朵听了，嘟嘟嘟，就拖住你拉的颤音，然后这个颤音不是光吸啦吸啦吸啦，而是擦下很多的水啊，很多人都是。要动作要小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手指在那里动啊动，不会以后你怎么按回去了？那按不回去就吹不响了，这个动按不到了。那么这个按回去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把第一回按牢，先把这个第一回按牢，没声音的啊，好，按牢了再下去。那么按牢下去，这个动作就有了，因为你眼睛看不见的啊，眼睛看不见，所以要注意三步，一个是颤，一个是飞了以后，就把第一次先把这个音符按好，再这个手再下去啊，第一个按牢再下去，这样你就逃不掉了啊，不然的话他也逃掉了啊，他也逃掉了。所以这个这一段呢，这个呢要表现，这个情绪上的他主要是好比是可以想象是一群耳洞啊，在那跳，很高兴的是耳洞的旋律，耳洞的旋律，不那么太严肃，欢快的、活泼的啊，这个。也比较不要太响，轻轻啊，欢快的、活泼的。你大家看见动作没有啊？注意这个去摸摸看啊。但是说你说这个不行，就是不用鼻子，我看也没什么问题，因为这都是装饰，装饰不是本质的，这个观点你要知道。但是能够有装饰，装饰的好是好的啊。假如装饰起来不好看，你不要拿掉，你只要本质是美的。所以过分的去强调装饰的美，是对你的内在的美缺乏信心。所以说我们演这个音乐是这样。要记牢啊，首先要突破这个内在的美要有信心，那么然后加的装饰的美在这里是吧，是淡妆如墨解相宜。假使你内在不好，音也不顺，音也不顺，乐感也不行，那你这个怎么装饰，越装饰越糟糕啊。所以这个学习音乐要注意，过分的追求外在的美，使对内在的美缺乏信心啊。这个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学习音乐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分寸。当然，既要装饰，也必须要装饰的好。那下面要讲到最后这个花式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呢，叫做就是我们民间色彩，就是越来越热烈啊。那么这一段要求呢，就是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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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敲锣打鼓啦啦啦，就是好多许多小孩在那里翻跟头，翻跟头啊，在那在那哇，你打我打的，这么热闹的一个场面。那么这个场面最好是一口气把它开完。那么一口气吹完了，还觉得还不够，还要来点花絮啊，土挖土花，把这个花子打出去。那么吹花子吹的时候呢，这个气要吸饱，不然的话，这个花絮比较费气的啊，比较费气的，你花子再大，这个阶段吹完就没气了啊，根本就没气了。所以要注意掌握啊，要掌握气要吸饱，花絮一口气把这一段这个吹到底，这是第一个，要热闹、欢快、流利，是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手指的弹性要。手指不要拉手拉拉手拉拉西拉手你说拉这样吹就没了，要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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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就是这么一个好像拉拉拉拉一大堆人在那里啊，翻跟头啊，这个吵啊闹啊，是这个情景要把它表达出来。我看我们现在请大家是吧，就是这一段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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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这个是要花功夫去练的啊。那么最后一段尾声怎么吹呢？这个尾声呢，因为就好像早晨是晚了，但是不是晚上啊？不是晚上，还要继续的保持那个清新的朝气蓬勃那个早晨的情景。但是这一辈人他走了啊，小孩们玩够了，上学去了啊。那么农夫们已经都到都下到各个田里去，那么在这个特定的一个场地，那个画面上人就基本上很少了啊。在特定我们特定的那个早晨的那个画面上，人已经看不大见了，就是恢复到自然的一个宁静。所以，因此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要干净，不要加一些残叠增达了，这里就不好残叠增达了，也不好土话土话了啊！不要加那么多很敏捷色彩，不要干干净净的，滴答滴答答答答，就很干净的把它吹出来。还有呢，就是你要是为干净清楚的演奏，你不要用吐音，要吐吐吐吐音的把它听，当然也不要用连音，连音这样连起来的话呢，就含糊不清楚，所以要清清楚楚的演奏。那么这个清清楚楚的演奏的，在我们这个笛子的数目上呢，就是要用这哆、怒、录这种口舌的形状，哆、怒、录啊，哆，那就是不是吐，吐吐吐吐，这吐是爆破的啊，哆，这个哆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不是爆破的，外面不带气的啊，吐，在这里都是气出来，哆，这个哆的虽然这个舌头的动作是打开的，但是这里没气出来。所以一个音一个音要清清楚楚的嘟嘟嘟嘟嘟嘟把它吹出来，那么嘟嘟嘟嘟到底的也不太好听的，都是嘟嘟嘟也不太好，所以中间加几个怒，加几个怒，怒呢就是没有这个吐的那么强的啊，但是它是还是很清楚的演奏，所以这个分寸呢要掌好，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就是音调，这里这个音调依然还一个人吹。咪来咪嗦哆啦哆来咪嗦啦哆咪嗦来咪啦哆来，是一个字一个字要关系，要掰得非常准确啊！所以这个听你这个耳朵怎么样？你音准的概念怎么样？这句有句话就可以听出来，你很快的时候听不到出来的。这里就是一个人，而且所有的音调都有了啊！嗦哆啦哆来咪嗦啦哆咪嗦来咪啦啊，所有的音都有了，所以这个音呢就是。要很清楚的，很正确的把它记住，这是第二个。最后一点，拉嗦收尾了啊，回不到这个字调是啊，来说来比说比是拉嗦，回不到主题了。那么这个嗦字呢，要慢慢的弱下，这是一种，就是这个嗦呢要吹成三个劈，拉嗦这两个要吹成三个劈。那么我们过去说讲完啊，这个七夕孔子是要求两个劈到两个 F，是吧？那么现在我要求三个黑，那么你怎么办啊？这个三个黑的演奏方法呢，有好几种的。一种呢就是开半孔啊，这个手指慢慢的一点点打开啊，但是音的变化这个什么样子说啊？怎么样子？但是第二个是三个黑的，是吧？那么第一个是很响，第二个是很弱，那么很弱很弱之间这个音孔打开。因为打开的目的为什么呢？就是他音高起来的，是吧？音高起来的不吹得轻一点，不是更轻了？所以这是中和了啊，所以这是一种指法。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拉嗦这两个字用泛音来吹，啊，用泛音，这个拉是用泛音来吹，不然这个拉，来拉，那么这个用泛音来吹，那么这个嗦字呢，就是开第三空了，第三空的时候。把这个第四孔呢，下面打开这么一点点，啊，打开一点，打多了就太高了，啊，打的太少了也太响了，所以这个呢，如何来训练，恰如其分的训练呢？我们听大家演奏一次看啊，这个他来示范啊，最后一个笛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余音遥遥不绝如缕啊，就是把这个音才是很深的穿透力呢，传得很远很远。
所以学习早晨的总的来说就是这么一些啊。你如果说还要再具体的，那么我们在后院里啊，再好好的来学。一般来说，要把这个曲子吹下来，也不是很容易。虽然这个技巧都是50年代的技巧，所以我刚才回复到前面说的，我们来学习早晨这个乐曲，就可以使我们感觉到50年代这个笛子艺术的发展的情况啊，就可以感觉到。那么再来看我们今天的演奏的很多很多新的技巧了，那么可以感觉到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啊。那么这一讲就讲到这里，朋友们、同学们，笛子演奏技巧实讲到此就告一个段落。这是一本兼顾业余的，而且只是初步探索的啊，探索如何规范化教学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探索啊，所以它需要不断的完善，要进一步深化。目前我们出版的已经有很多电子教材啊，那么这些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都能够使学龄的这个受益，得到好处。所以，因此说呢，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集思广益，这个把它整理系统的，成为一本对大家很有好处的系统的笛子教材。中国的笛子艺术，它的内涵是深远广阔，演奏技巧是作为一种手段，这是内涵当中的一个部分。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笛子艺术，这是一个在中国音乐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建议广大的笛子工作者、爱好者以及理论工作者啊，这个一起来关心。那么，作为我们学吹笛子的同行们来说呢，啊，这个要不断的向各方面的深入和广度进军。因为你的艺术水平的高度和你这个深度和广度，它是成正比的。那么大家在学了这本教材以后，进行的练习以后，感觉到可能还不太满足。那么这个时候，我建议啊，采取这么几个步骤：第一，大家可以到专业团体，特别是省一届、我届、国家一届的专业团体去看看。他们的演奏者，他们的是要演奏哪些曲子？那么这些曲子你能不能够胜任的演奏？去对照对照，去摸摸你自己的底看，比如说我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了？我能够在县一届文艺团体工作，还是省一届文艺团体工作，或是专业的这个国家一级的团体的工作？你摆摆分量看，你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你假使想更高的境界的话，那么就要了解你这个境界的那个对象的要求，你把那些要求对自己的衡量衡量看，不要自己认为是很不错啊，你把客观一些啊对照一下看，缺少哪一些，缺少哪一些，然后再对症下药，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那就是要练习一些比较难度大的。我们这里呢，他们也想搞一些笛子名家乐曲的欣赏等等，都是有很多高难度的这个演奏乐曲。那么这些高难度的演奏乐曲呢，大家通过欣赏啊，再通过教材进行练习，我看还是会继续不断的向前提高的。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呢，要多关注一些新的作品，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传统的比较多。我们要学习传统，继承传统，还有一个呢，要发展传统。所以，这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的道路，艺术的道路，正确的艺术道路，只能是这样。怎么样呢？学习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就是需要往前走。这个。学习艺术不能停留，一定要向前走，这是第三个建议啊。第四个建议呢，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的能力，要坚持正确的审美观。
那么这个什么叫准确的审美观？这个答案是不会一致的。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那么这是我来说，我只能说我的审美观是什么？我的审美观，我是这样讲啊，学习民族艺术，必须根植于泥土，然后把枝叶伸向高山，伸向海洋，伸向太阳。这是我的审美观。那么至于跟我这个想法不一样的那些审美观，我也不会说是跟他吵架啊。但是呢，作为我来说，是建筑我自己的这个审美观，我的这次艺术生涯都是按照这个审美观来发展的，来学习的，来训练自己的。一个民族艺术工作者，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要根植自己的泥土，但是不是只根泥土伸向泥土，那么永远在泥里爬，而是应该向外伸出去啊！所以说，这个坚持正确的审美观，才能够找到自己一个前进的道路。我的结束话呢，也就讲到这里啊，感谢大家啊，也感谢工作人员，谢谢。